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埔门中学投手三年级杨玉祥，拿手球路是直叉球。埔门高中投手杨玉祥拥有187公分的身高优势，最快球速可以来到147公里。原本决定先就读大学，不过在高三这年的木棒联赛投出信心，决定报名选秀。有些人想念大学，只是打到后面成绩比自己想的还要好。之前教过我的教练就鼓励我说，先进去比较好，因为自己家里的平静也不是很好，然后希望能早点赚钱，然后养家。杨玉祥国中时期主要担任内野手，还曾入选 U15 亚洲杯青少棒中华队。高中从花莲来到高雄埔门中学，直到高二才专职投手。最大的优点就是控球，还有抗压力也不错，可以吃局数啊。现在最快就147啊，然后希望能突破就突破，只是把现在本分做好就好。杨玉祥的远房亲戚是王耀麟、王维忠，而他也将王维忠视为偶像，期待未来能超越哥哥们的成就。